于我们看到，当然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连结感，因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跟你除了他是你的总统之后的总统之外，他跟你还有一点关系，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校园里面走过，然后你现在也站在这个校园里头。那当然，我们蔡主席荣任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，对广大的校友跟学妹来说，它就是一种鼓励，一种启发，启发我们所有的学妹、所有的校友，有为者亦若是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身的努力去突破这个框架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